当时他进来之后，他看金项链跟金戒指，我拿给他看的时候，他手会抖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。那姑丈叫我收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抓着就往外跑，然后马上就是追出去，然后一路追到街子尾溪河堤边，因为警方的围捕不想被抓嘛，然后就从溪底跳下去，然后结果脚受伤，爬不起来。后来警方就成功把他逮捕了。这样，本分局接获11088后，立刻发动线上十余名的警力进行围捕，在9分钟的时间内，跟热心的民众共同在距离案发现场约300公尺的街尾溪河床上，当场逮捕抢匪。那遇到这一种情况，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刚开始是肾上腺素激发，直接就是冲过去追他了，也没有想太多，就直接就是我要把我的金子追回来。